多兰剑可以。不应该带征服者的，其实。我真不是个东西，但我是你亲爸，你能咋办？那。你爱咋办咋办呗，你亲爸你多个屁呀、啊！你不是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不是东西，我也不是东西，我也不管你。哎，老鲶鱼，还出个皮孩？我二级你直接死，你明白吗兄弟？你可能不明白我这二级的威力到底是有多大啊！你是真是不明白，我这一看呢，死我让你带个点烟，没办法，俺们这英雄就只能靠吼。我的车可以啊，回家，回家了。这波出装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可有的出了。这样式的，哎，其实我没明白一件事啊，为什么这他的推荐出装里边却那鱼却没有可血战斧这件装备呢？为什么要出这三件装备啊？这个加护甲穿透啊，虽然加护甲穿透，但是它脆呀。这个加攻击速度，攻击速度给鳄鱼有啥用啊？这个也加护甲穿透，然后释放技能以后会额外附加10%最大武力伤害，这有啥用呢？这三件装备没一个有用的呀，感觉。鳄鱼根本就不适合这分离者跟三项啊，先抠一下，平 A 踩住一走，走位，吸地有用。那可血战斧被动神话就是加吸地的，我为啥不出可血战斧呢？我感觉没啥用啊，咬住 A。我不寂寞，别的，我扣你一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能打了啊！不能打了，这小子有点人，我们小心点，先吃口屎。这寡妇指定是对我有想法，100%有想法。老妹儿。干哈呢？想法挺多呀，你这个想法不应该啊。身为一个寡妇，你应该本分，你不本分我可要办你。我们已经升6了，这是要杀我吗？这你看，我一个6级的大鳄鱼，还怕你一个小蛤蟆？
啊？还怕你一个小蛤吗？刺塔皮，这两眼我都放光。再吃一层塔皮，回家。不吃了，走了。溜了。咳血战斧没？差点钱呢。铁刺鞭、小冰锤儿，来个皮鞋走。这把啊，咳血战斧。蟹手，死亡之舞，振奋铠甲，皮鞋，加个黑切，你。算了，不好杀呀，兄弟！我本来想闪现踩他的，但是算了吧，可以杀。跟队友说一下可以杀，他要想来他就来，不想来就算了。来红怒回一个血，寡妇应该在下半段，我们把他蓝打了。往上来，他可能有闪现啊，我们直接闪现穿。嗯，几个人呢？不就是个刀锋吗？你觉得他打得过我吗？你觉得刀锋过来他能打过我吗？我这么多血，我这半血鳄鱼，让他来。我这咳血战斧一出，我看谁好使。算了，上路收波兵吧。这波有炮车，咱也不能。咱也不能说这炮车不收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攒个半管路，看着鲶鱼来不来。老鲶鱼啊，一上来晕住走，打完就跑。哎，还回来？想回塔下那不可能。拿下，无敌了！马上他们看见我就跟看见一个 boss 一样，知道吧？马上我们就变成一个 boss。这行啊，这。这还要找我拼呢，小伙子！喵！
哈哈哈哈哈。这个鳄鱼现在配的这个音声音，我觉得有意思，真的。带笑的，我把你们家东西都给你吃了。挺幼啊，小伙子。你看那寡妇敢不敢来？就是这一集了。拜拜，来开眼。哎，我旁边有人的。我一血塔，我操你哥！吉姆之王他，完了，吉姆也死。这波刀锋可是起来了啊，起立了！哎呀，刀锋可是起立了，我这一看呢。其实我们刚才技能释放的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是踩住那个刀锋的，我应该留个踩刀锋，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被吹波扣。但是我留踩那蛤蟆，我生气呀，你知道吧？我的一血塔没了，我气呀！这给我气的，给我气完了，这给我气坏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对面要打小龙。想到了，走去中路。呀，还帮我拽个红，挺好啊。这高地要没了呀，这算了，现在我们回去也没用了，不如杀个寒冰，你说是不是？让我们看看。对，是点够没？该我了吧。也该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哎呦我操！嘿呀，这机器人跟我保持距离，我走了。咱把这个小龙打了吧。顺便把他眼儿给他拍了，回家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算了，先来这个吧。
先来这个，这把先来这个啊。蟹手一会儿再出，现在还不用那么多的血量，现在还一会儿让你们看看这鳄鱼现在这个版本有多么的肉啊，它的虚区还有它有多么的肉，就是无论你怎么疯着我都死不了，就是巨肉无比。追，嗯，这要单挑我属实不太怕你啊。这个刀锋说实话啊，打人稍微有点疼了，这不对呀，这刀锋有点肥呀，他好肥哟，他两件套。来吧，可以。我出铁板鞋呀，那太容易让人封着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没死就行。其实刀锋装备跟我差不多，他可能装备还比我好点，因为他是瞎当的人头，我们是正常杀的，这不一样。那波上路他三杀的时候，这刀锋的装备就已经很好了。这个蟹手出完出反甲，反甲出完出振奋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我们团战属于不掉血。不行，这他妈有点打不过了。我有防御塔，你有吗？哎呀，我咳血战斧没咳出来，我的天哪！把我秒杀了。哎，可以，杀机器人吧。要我说你别追他，你打不过他。这刀锋可老狠了，装杀了吧？你看，死了吧？他呀，还好吧？这刀锋。只是我们没有减治疗，没有重伤，你等有个重伤就好了。那么多经济还打不过，什么叫那么多经济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呀，还是说就是你是外国人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他瞎当的人头，我们是都是正常杀的人头吧，怎么就那么多经济了呢？他经济差吗？刚才三项破败，我们是咳血战斧加上死亡之舞加个半件吧，他加一个，你他装备跟我装备差啥呀？哪那么多经济呢？怎么就那么多经济了呢？就是跟你正常勾留咱也勾留不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底是我呀说话有问题呀，还是就是你这耳背，或者是根本就不会中文，兄弟，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
不是破房，这怎么能叫破房了呢？我就随便跟他一说，没跟你说正常勾流吗？就想跟你探讨一下原因是什么，就为什么说话听不懂。杀我小伙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反甲给他做了二换二，比较的惨烈。把他打晕，你倒过来呀。对呀，他是不是有闪现的？还行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1000块钱晋级之甲，哎兄弟，我苦口婆心呢跟你正常勾流啊，你想跟你说话你也听不懂，那没办法了，那就只能给你封了，那你说咋整？也不说人话你。嗨，你不做人了。杀我！啊！你们要是杀我，我可老开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老开心了。我就怕你不打我呢，你就得打我呀！把大龙打了去吧。你知道我那一个 Q 加可血战斧死亡之舞回多少血？有重伤都没用。但我们一打五还是费点劲。我们后边得有伤害的人，没有有伤害的人不行。好的，算了，不跟他磨叽了，我们回家出反甲去。然后可以出个振奋，当然也可以出个这么个玩意儿了。我给你们出个这个看一看吧，我还没出过这个呢，我出一个试试啊。这个可狠了，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加额外生命值。我这蟹手一触发，触发完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用个这个，哎呦我的天，我都不带掉血的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俺俩可以杀的。我有红，杀的刀锋啊，得用技能杀。
不放大杀不一定能杀得了。打人太痛了。只要他们家刀锋一死，阵型基本上就被我们给瓦解了，就没啥有用的人了。一个292，一个296，一个252，一个172，他们家就除了这刀锋就没有像人的。这把对面的刀锋就相当于是一把永远也赢不了的局，永远也赢不了。只要把他一杀，没有像人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给我干，没事，别怕。别急啊，剩个小刀锋，问题并不大。不行就先杀这鲶鱼，可血战斧加个抽。寡妇呢？来来来，寡妇可以杀。哎呦，417，309，我们追他显然是不明智的。能不能咱能不能先把那塔给点了？你看你们像有病似的，能不能先把那防御塔给点了？亲我，哎呀我！你们仨可打不过我。三英战吕布都不好使，你们四个人都不好使。你们四个人都不好使，明白啥意思不？来，让你们看看啊！我都让你们在这里打，对，可血战斧，抠一下，刀锋俺们打不过。哎！不瞒你们说呀，我刚才这波呀。我就一直想等他们把我的血打到剩一丝儿的时候，我再用技能。他们怎么打也不掉血，怎么打也不掉血，那个血就半管血，就一直半管血。我现在都给我打丝儿血，我一手磕血战斧，我这回个半管是吧？就一直打，怎么打也打不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掉点血吧，行不行？走，实现鬼板甲可以给1250的护盾。哎呦我操！受到一名来自敌方英雄伤害时，提供5+3，5和3，最多5层。5、25、25、15、25和15，抗性加的不是很多。哦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铁手触发大盾，不行了。不行了，把这皮还撇了，我想把这皮还撇了，换个振奋。呀，振奋的装备哪去了？啊，这儿呢。
这份2900吗？有点贵呀。他咋高的 like 了呢？他什么时候高的 like 了？我都五毛，这个积木死不了。不过我们确实打着刀锋打不过，刀锋打人有点疼啊，那破败打人太疼了。哎，他们去打大龙去了！来来来来来，这是要造反呢！我这一看，哎，我们打，寡妇怎么回事？一个人过来，来吧，中推吧。有个兄弟说鳄鱼没有后期，那你说后期靠我一个人打呀？我至少能打四个，我都不吹牛逼，他们六神我都能打四个，三个吧，咱也不说四个那么多吧，先把刀锋给他晕住啊。和血战术，先把刀锋给我锤了。哎，我这盾都没开。